我先跟大家说，这次的下身完完全全长裤，170的粉丝一定要买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一样是高弹，一样是超弹，好，腰也弹，肚子也弹，腿也弹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不是整个大破，但是它都是有这种动距刷破啊线条的感觉。这里破两个，这边破一个，再来最特别是它下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边有帮你收腿的线条，有收腿的线条，而且它是全长裤，全长裤它是属于一个中低腰，没到高腰，没到低腰，中低腰。好，所以呢，裤子的部分真没什么好说的，完全全长，完全穿平底鞋，完全高弹，好活动。然后呢，有四个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小破洞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家的弹性都很好，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它会一直破，它甚至是可以做运动的。尺寸呢？非常非常的正常。好，所以呢，大家其实按照自己平常买 GN 的裤子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呢，真的是腿非常非常的纤细哦。